唱的这首歌曲呢，也是你们非常熟悉的歌曲，也是我的成名作《十五的月亮》，献给你们。谢谢。那我感受到了乔婆们对我这首歌非常的熟悉，在座的乔婆们都在演唱我这首歌曲。我想今天邀请咱们主会的张会长今天上台跟我一起合作演唱。谢天谢地，国夸老师终于站在了我们迈阿密的舞台。谢谢。啊，这个我前天接到董老师以后呢，董老师人虚弱的就不行了，是轮椅到飞机上，然后下了迈阿密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哪也没去，我们先到了诊所，是王医生看了西医，是又看了中医。又是打针，又是吃药，哪里没去？今天早上我说来找他去看一下，结果吃了午饭以后感到非常虚弱，又回宾馆又继续睡觉，继续休息，就是为了保证今天晚上演出。是是。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幸运，能请到东华老师站在我们迈阿密的舞台，我觉得我代表迈阿密。十五的月亮这首歌是哪一年首唱的？1983年。83年，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考上大学。所以说，董老师这首歌陪伴过我们那一代，甚至说那几代，走过了我们的青春岁月。我们印象太深了。谢谢。听着我说，我是听着您的歌长大的，没有胡说了。没有。对不起啊，其实我们是一代人，我就是长得老点我们是一代人，我老一点呢？没有，我参加革命比较早。那你是哪一年？我1977年就参军，所以到今年我是参军40年。哇，另外一个我还想告诉一个小秘密，我本来不会唱这首歌，十五的月亮呢是我到卡拉 OK 必唱的一首，唱了30年了，但现在还有问题，最后一句我从来没唱上去，今天有我来的没问题啊，所以我说今天和原唱在一起，我就再挑战一下。